广告，广告。腾讯视频 v.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，使用客户端播放更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。我要反馈暂停，下一集0:46直播，1:46弹幕高清，超清 720p 高清 480p, 标清 270p, 倍速 0.5x, 1.0x, 1.25x, 1.5x, 2.0x, 倍速播放，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，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广告，广告男子400米栏，年轻就是资本。贝特蜂王 50%, 75%, 100%, ADC 0543 LPMH5, 播放模式 HTML5 HD, 分辨率 1920x1080, 视频框高 848x480 音量 50%, 视频协议 http://cdmv.hotakamai.video.com, 下载速度缓冲，质量真属错误吗？版本号 3.4.37, 2018年8月7日21:03:15，播放流水 C5D8728A2ED6FDD35BD67AF70432B6EA70201,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，点击清除，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男子400米栏，年轻就是资本。贝特蜂王，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RRPUSH VDC 0543 LPMH4 IMG HTTP INUS GTIMG.COM NUS APP LS 0474042355640480 给视频男子400米栏，年轻就是资本。贝特蜂王时长约1分46秒，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，据德新社8日报道，2015年北京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400米栏冠军肯尼亚选手尼贝特近日因遭遇车祸身亡，年仅28岁。我们很遗憾地得知我们的一名顶级运动员2015年400米栏世界冠军猝然离世，他代表肯尼亚参加了刚刚闭幕的非洲锦标赛。肯尼亚田协在其推特账户上写道，据肯尼亚警方透露，从尼日利亚非洲锦标赛回到肯尼亚的贝特，在驱车从内罗毕机场回家的途中遭遇车祸，肯尼亚政府以及国际田联都对贝特的不幸表示哀悼。2015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，贝特创造了第9大奇迹，夺得男子400米栏冠军。